到了。啊，你又夸他了。夸他。对啊，我敢夸他。对啊，阿伟啊，他有女生别打。他有女生别打。阿伟，他就不会找男生。对啊，他的头是蛮屌的，他瘦了多少？在中山国小，太平了，我觉得也没多少平啊。我看你真的很会打球，但是他们的地方我看你打的还好，他还好，对啊，他本来就好。今天后面有没有听到？我现在有错。我现在绿色看你看的好不好吗？看看看看看绿色也有练过，好不好笑的？他那家算很笑的。对啊。哎，大概是三岁了吧？因为大概听得懂。他们动作算好，但是速度还是不错。关键对啊，遇到男生。你应该叫我来，我来看你这个。
觉得就是要往远的方向就走比较快，就是要走的时候都更远。不好意思，我们没有讲话哦，要怪我们哦。